这是北京一条普通的胡同，当我们走过这里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中国著名的外交官黄华就住在这里。在1971年10月26日的晚上，毛泽东亲自点名乔冠华做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的团长，熊向晖做代表。根据总理的建议，黄华做副团长，并且留在联合国担任常驻代表。电话，美国的新闻周刊，新闻周刊对咱们那个代表团那个报道，啊，这是不是当年的您？对对对对，您，现在好，这是乔冠华，嗯，这是王海荣，嗯嗯，啊，这您是在什么联合国当的发言吗？对对对，这是记者，哦，记者，啊，打记者的，嗯，是吧？黄华毕业于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曾经协助过斯诺在延安的采访。1949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同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有过接触。1971年的春天，他作为周恩来的助手，接待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这个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要邀请啊，在日本名古屋出席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和其他一些乒乓球队访问来中国进行访问。美国乒乓球队队长Steenhoven， 他们知道美国已经通知了决定从禁止美国公民访问的国家名单里边把中国的名单撤销了，啊，也就是说解禁了吧，可以到中国来进行访问了，所以他们就考虑要接受这个邀请到中国来访问。在1971年4月里的一天，北京的首都体育馆迎来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斯汀霍文团长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丁锡林等出席了欢迎仪式。中美两国运动员交换队旗并互赠纪念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还和其他访华的代表团一起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接见。当时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已经在筹划美国高层访问中国的事情，中国政府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为什么？那主席和总理的考虑就是靠着江耀林发生的中美高层的这个接触啊交往啊，中美关系的打应该通过民间的团体首先打开。乒乓球队到北京来访问啊，总理做了很细致周到的安排啊，这个安排这个座位啊
总理要从一个代表团另外一个代表团是吧啊，这样子来这个设计这个座位啊，使大家都能够啊接触到的，嗯，很亲切，很平易近人啊。另外谈话又是明朗爽快的啊，诚恳的啊。1971年夏天，钓鱼台国宾馆里的荷花像往常一样开得灿烂。一位神秘的美国客人曾在七月里在这里住过两天。为了印证这一事件的知名度，我们决定问问随意碰到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是5号楼，那个当时我是搞那个放养工作的，基辛格来的时候就住这个楼。当时来的时候，领导跟我们讲，就是让我们保卫保密，注意保卫保密。等他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是美国代表团基辛格来了。那住着的时候咱们不知道，就是住的美国客人，对对，基辛格是吧？对，住的时候不清楚，我们都不清楚。就是等那个外宾走了以后，后来时间那个过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是美国客人基辛格。基辛格于1971年7月1日离开华盛顿，在西贡活动了3天，到曼谷停留1天。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达伊斯兰堡，9日便秘密到达北京。有一天，随着总理到毛主席那去汇报有关的情况，毛主席听到说基辛格将要在，这个巴基斯坦山区休养期间，就从那这个秘密到了中国了，失踪啊，用失踪这词儿是我们给他用的了。毛主席很高，就说那黄华你也是失踪去吧，你也去失踪啊，才好参加这个工作。所以我立刻就跟搬进来钓鱼台，这个4号楼。当时黄华在6月底已经接到了中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的任命，并且即将赴任。这时候他接到了周恩来的通知，要他暂时留下来接待秘密访华的基辛格。时间过得很快喽。那么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时候，这个叶帅到机场去迎接，这是季朝柱、张文进，这是唐文生，这是熊向晖、叶帅、王老。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在北京派去的人员的陪同下到达南苑机场，叶剑英和黄华亲自到机场迎接。简单的寒暄之后，汽车就载着这位神秘的美国客人径直来到了钓鱼台。基辛格一行的住处被安排在5号楼，这里离黄华经常出入的4号楼距离不过几百米远。基辛格一行到达钓鱼台不久，周恩来就到了。经过短暂的休息，双方就展开了会谈。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周恩来手边只有薄薄的一张纸，而基辛格却准备了厚厚的一沓材料。黄华和熊向晖都参加了这次会谈。讨论过程里面，基辛格提出来了，他感觉到中方草案似乎好像是尼克松总统自己邀请自己访问中国，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他对这个稿子不满意。另外就是说，在联合国，美国改变做法了不阻挠中国进联合国，美国支持中华人民国取得联合国席位，但是美国不支持驱逐国民政府的代表席位。总之，这不是搞两个中国，我们坚决反对。
如果尼克松发表这样声明，我们叫批驳。啊啊，这个基辛格说，你们批驳好了啊，不过希望对我们总统啊，少用一些尖锐的形容词就行了。会完之后，我们就按照总理预定预先的指示，就直接到中南海啊，毛主席那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那时候啊，我们进来的书房啊，他坐在沙发上，我们在那旁边向他汇报。主席讲，我们不上他两个中国那个联合国那个贼船呢、啊，啊，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不进联合国，为什么？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尼克松来是件大事啊，你要这件事情他基辛格说明白，如果在尼克松访华以前，这个台湾失去联合国，就是尼克松很难堪呐、啊、他影响他访华了啊，所以不进联合国。汇报到啊基辛格关于我们公告稿的这个评论的时候，毛主席哈哈大笑啊。他说要改啊，要改啊，这个同意改啊。当我们向主席告别离开的时候啊，我走到门口回头来向主席告别的时候，我看到主席两手啊这样的扶地。哎，我问王海荣，我说主席怎么了？他说主席向你们行大礼呢。哈哈啊，很有趣，做主席那种心情啊，啊，很愉快啊。由于中国改变了公报的措辞，谈判最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双方约定同时在7月15日发表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报。尽管基辛格只在中国逗留了短短的48小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和他的伙伴们仍然参观了故宫。考虑到公报的发表会对中国国内以及周边一些友好的国家产生较大的震动，在11日送走基辛格之后，周恩来率领工作小组立刻投入到后续的外交工作之中。12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2000多的高中级干部参加的一个大会，向大家做了实时报告，特别啊讲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对美政策啊等这些问题。随后啊，13号到河内啊，向越南劳动党的领导通报了上面的这些情况，访问中国的情况，尼克松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情况以及公告等等。啊，14号，去平壤啊，向金日成首相啊通报了有关情况，双方讨论了啊发展形势发展的这些问题。从平壤返回北京的途中，在飞机上打电话给我们工作组的同志，要我们关照西汉诺克是亲王或宾奴亲王，说总理回到北京立即要去啊拜见他们。中国变革每天记录见证。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当年的26届联大上，当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提案再次被提出时，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这位是阿尔巴尼亚代表，他同其他22个国家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并立即驱逐蒋介石政府代表的提案。这位是台湾蒋介石政府的代表周书楷，他把台湾保住席位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美国的身上。
这位是美国代表乔治·布什，他提出了两个中国立场的双重提案，但遭到了大会的否决。最后，23国提案最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当时，周树楷在表决之前就感觉到大势已去，率领手下匆匆离开了会场。而在大会正在表决的同时，基辛格正在北京。基辛格这次来北京是坐着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来的，他的第二次访华主要的任务是为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做细致安排。在1971年10月26日中国代表团为他送行的时候，有人问他对正在进行的联大会议的表决的看法，他说中国重返联合国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结果当他登上飞机以后就得到了23国提案已经得到通过的消息。美国的主观愿望，第一，还是能够再把中国挡住几年；第二，如果挡不住，也最好能够实现两中，这是美国的愿望，就表现在他的两个提案上。那么第三世界就觉得这种自相矛盾的这种政策就十分的可笑。那么第三世界当然就觉得你美国人都在往北京跑，那么为什么让我们还要投反对票来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呢？他松动了以后，他的这个原来阵营里的人就感觉到再跟你走太无聊了，就拒绝跟他走下去。李道裕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的第五任代表，也曾经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说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在联合国工作的3年是他最难忘的岁月。1971年10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并且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他中国政府将在近期派出代表团出席26届联大。随后在11月2日的电报中确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为黄华，代表是符号、熊向辉、陈楚。在代表团做准备的同时，外交部决定派一个先遣小组前往纽约去打前站。叫谁去？在杜尼拉研究的时候，我也在部里给负责人也讲，我说叫这个新华社有位记者，他世界各国都跑的，叫高良去。他也是懂外文讲英文的，跑码头的嘛。现在赶美国这个要到美国去这件事情，这个任务既是光荣的又是艰巨的，他们都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个人。我就在11月2号接到的通知，原来新华社派我去，原来是随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大会上去进行采访，原来是去派做记者，但是到了代表团报道的时候，就中国代表傅浩同志就告诉我，说代表团的领导决定由我先率几位同志作为先遣小组先去几天，并且要求我3天之内要出发。高良说他和联合国之间是有缘分的。在1947年，年轻的高良就是解放区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联合国成立了一个救济总署，来救援在二战中损失惨重的中国。但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一组织只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发生联系。周总理就抓着时机，就提出来，我们有权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
一些帮助、支持或救济物质。因为什么？周总理讲，我们是合法的。解放军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受损失最大的，人民受的痛苦最大。你应当考虑着广大的解放军的，何况我们解放军也是有董老到联合国去，啊，签字国的代表签字国参加了。所以那时候，周总理跟马歇尔跟国民党的宋志文谈判，同时在解放军就成立一个解放军救济总署，和联合国就善后救济总署直接对等啊来打交道。高良和那些联合国派来的专家和学者一起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照片中的这位美国女士在一次行军途中把日记本丢在路上，后来日记本被解放军战士捡到交给了高良。24年以后，当高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到达美国后，几经辗转，两位老朋友见了面，日记本也回到了主人的手里。中国变革每天记录，见证。在代表团积极准备的时候，副团长黄华正在加拿大。中国和加拿大是在1970年10月建交的，黄华是第一任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在11月1号接到了国内的通知，任命他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在当初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时，他还有一些顾虑，担心加拿大政府会有一些意见，因为黄华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刚刚4个月。我去见特鲁多总理的时候，他正在和孩子们玩在家里边，他看到我，他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所以见到我很高兴。我向他说明，我刚刚到这，7月才到，11月就要离开，啊，实在感觉到有点歉意啊。因为没有能够为两国关系进行啊许多工作，就要离开，现在表示了歉意啊。他非常爽了，非常愉快。他说呀，我们对你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出席安理会的啊常务理事，担任安理会的常务理事，我们感到非常光荣。为什么？因为你是从加拿大去的。在代表团紧张筹备的同时，中南海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的灯光也彻夜长明着。周恩来亲自审定了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并且在11月5日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看着周总理是更劳累了，更劳累，跟那个头发也白了，但是周总理的情绪心情是非常愉快，恐怕是在文革以来啊，恐怕向来没有那样子表现的轻松或豪迈，跟大家非常亲切和蔼，把每一个代表团的成员都要叫起来问几句话，要认识一下，要嘱咐几句。从下午7点就谈到快夜凌晨了快，所以给他还总理在中南海给大家还吃了一顿面条，啊，大家很高兴。钱四杰是这次代表团的随团记者，他曾经做过6年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还曾多次被派往一些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工作。
当时负责给出国人员制作服装的是洪都服装店，听说高良是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洪都的师傅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为先遣小组赶制了两套衣服。当高良带着介绍信和几面五星红旗到达美国之后，他身上的服装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71年11月8日，在中国代表团出发的前夜，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代表团的所有成员。据当时作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的回忆，毛泽东亲自接见一个由副部长率领的出国代表团，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穿了一个毛巾睡衣，站在这个门口里，一般的他不会站门口一个一个来迎接，他就站他书房门口。我们呢，总理带头，这个第二嘛呢就是吉鹏飞带领外长了。鱼贯而入，他一个一个握手。毛主席讲，1950年啊，吴秀全到联合国控诉美国进占台湾，啊，控诉什么？就告状啊，告谁的状？告玉皇大帝的状。当时那玉皇大帝啊，神奇的很呐，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啊，玉皇大帝要光临啊，主席本来讲50年，我们在花果山时代啊，现在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等于你们这次去不是控诉，不是告状，是去伸张正义啊，啊，是为世界人民长世界人民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他讲的很多，他随便讲，又到这里，带回到国内，带回再讲到国外，然后又讲到现在，后来又讲到历史，他都讲，嗯，总是给我一个印象啊，精神呀、啊、很好，那就说明他这个很高兴。而在代表团前期到达的高良一下飞机就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在飞机上，高良的心曾经是忐忑的，他不知道面对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局面。出乎他意料的是，不但23国提案国的代表前来欢迎，还有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和一些自发的各界人士。另外最想不到有200多个新闻记者在等着我们，他们啊，因为警察害怕他们接近呢，就把他们先搁得远处。但等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这200多位记者就蜂拥上来了，就把我们给围住了，提各种问题。但提问题我也做了些准备，我当然从我的心情讲，我知道记者们，我也是记者出身，我应当给记者多讲些我心里的话。我是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了，啊，这是我们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胜利，我要讲这些话。我也想头一次到美国，要表示一下向美国人民致敬。但是后来想这些话，应该留给我们的代表团团长讲，我的身份只是先遣人员，所以我就讲了几句，就是我们的代表团几天之内就要到达，我们是为代表团的到达来做些行政准备的。